现场相声你要折腾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就跟于老师站在一起了，嗯，我特别的高兴，又来了，这么好的演员，说两句话不多见，客气。有的时候您上德云社，嗯，到剧场里边去看于老师，嗯，也不是经常能见得到。对，于谦老师一年就出来两回，嗯，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啊，我出来收贡品来了是吗？不是，嗯，我这不会说话，就说您是个好演员。您捧了，一个演员从学艺到成熟，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因为什么呢？嗯，说相声看着简单，其实跟唱戏是一样，是必须要下功夫啊，这是必须的，不下功夫都不行。嗯，起早贪黑，对，喊嗓子去，练嗓子，练功去，是。现在这个岁数差了。嗯，但是于老师还保持着练早功啊，早晨起来，哎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啊，这两个鸡的生活规律您都掌握了好吧好吧，没有这么说话的啊。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家里边不错啊，你想啊，就这样，嗯，人家都合家欢乐了，嗯，我们得出去给人说相声去，正忙的时候，那可不呗，嗯，嫂子对他非常好，我媳妇儿啊，孩子也非常的可爱，是听话，你看看，嗯，咱实话实说啊，嗯，您算一个很幸福的人啊，不错，咱实话说，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似的，我啊，这辈子我就值了。这么说您还很羡慕我吗？哎呀，我是很希望吧，我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哦，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比谁短什么，都不比谁差，是不是？嗯，我这身高啊，单点这说了吗？瞧得过去吧，啊，模样戳个啊，精神头，我这气质，嗯，我自个儿都说我不上北朝鲜当个官去都冤得慌。您瞧不瞧这国家吧，就说这个意思啊，这不错就完了吗？我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那您好啊，我很希望吧，啊，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能特别的好啊，但愿吧，我希望自己有钱，这个不为过吧，啊，有钱是好事儿。对呀，啊，每个人都有钱呢，国家就能够富强了。对，是不是？嗯，有一个那个富豪排行榜，我知道，福不福排行榜啊，福不福排行榜叫什么？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不服就跟你撕，哎呀，绑票这是吧？你就知道这行多厉害。没有，就叫福布斯，福布斯排行榜。对呀，啊，每天我都看。嗯，看人家干嘛？我很希望这边有我，但是一直没有我，多新鲜呢！是不是印错了？您记住了啊，啊，多的有您了才是印错了。那什么时候能印错了？我这家伙盼着这天呢，是怎么的？不是印错了管什么呢？印错了就会有我呀。有您能有什么意思？这我同情很多生活不幸福的人，还同情人家。放眼一看，很多人开个二手的车，住个二手的房，娶个二手的媳妇儿。哎啊，媳妇儿也二手的呀？这一辈子多冤呢，不好啊。但我生活的还算不错吧？是吗？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主要是心态，方方面面，我要活得有质量。这不错呀，是不是？嗯，没事，我还看看演出。啊，哦，艺术方面也听听音乐。好好好，看看电影。嗯，那天我看一电影，嗯，2012，有这灾难片，看完了我就郁闷。嗨，您郁闷什么呀？还没印错就完了。哎，您呐，别胡思乱想，电影是艺术作品，是虚构的，我当真的。您这何必？我得抓紧享受。
哦，我得好好的活着，好，我还留这么多钱干嘛呀？哦，挥霍了吧？赶在2012前面把钱花出去，我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就是花钱呗。我拿着卡就奔银行了，取钱去了。留着钱有什么用？嗯，我把这2000块钱都取出来，我要挥霍了。您先行了，周游世界，行了，买游艇，哎，行，2000块钱周游世界，到大兴就回来了，知道吗？还买游艇呢，我有月票。哎，这嗨，那您就买月票去不就完了吗？我上银行啊取钱，哦，先取200，1800留着，咵出来了，拿起一张，玩命的搓啊，他们说银行也有假，那也背不住搓，嗯，时间太长了啊，卡给吞了，哎，卡给吞了，就这200块钱我能干嘛去？您再搓搓，连这200都是假的了，揣着兜里边，嗯，走到街上，无论在哪儿，我好好的逛一逛，溜溜吧，啊，我把自己的心扉打开，我要对得起自己，花钱，哎，嗯，一抬头这儿有一个庙，哦，寺庙，我上那儿烧烧香，求求佛，图个心理平衡，我找一好兆头，可以呀，迈步就去。去门口这么大一块匾，哦，蓝地儿金字儿写着什么呀？诈骗寺。哎，诈骗寺，你这好得了好不了啊，这么吉祥的地方，哎，拿这当好话了，太洋气了这个啊，哦，去吧，真的敢进去迈步进去，嗯，和尚跟这正念经呢，哦，喜羊羊美羊羊灰太狼啊，这和尚怎么唱这个呀？吓我一跳。那是啊。我要走。嗯。他回头看见我，欢迎光临。你瞧，走过路过不要伺候，买不买瞧瞧好。哎，对，好。这和尚当买卖干的，这庙。进来了。嗯。啊，您好，大师。哦，施主你好。是来捐款的吗？上来就要钱的。没带多少钱啊？对，可以刷卡。哎。不单那个卡里吞了，跟人说实话可以小额贷款，哇，贼不走空啊，这抵押啊，没东西啊，哦，那您愿意器官捐献吗？啊，我的妈，什么都得留下点是吧，很疯了，我只佛吃饭赖佛穿衣，你这是要疯啊，真要啊，告诉你分文没有，就是没钱，知道吗？嗯，他这模样真是有病，和尚乐了，嗯，你有药啊？哎，干嘛呀？你吃多少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吃多少，你吃多少有多少，哎呀，你有病，你有药，你有，行了，别说了，你没事跟他这儿废什么话呀，你我还不知道讹谁去，你知道吗？这说这干嘛呀？盯着我了，告诉你啊，往外走，走吧。哎呀，心里怎么又堵着呢？哎，嗯，这边有一个植物园，哦，植被，里边都各种树，哦，南边树，北边的树，什么叫仙人掌，各种果树都有，全都有。嘿，科学家说多看点绿色的东西，对人是有好处，它养眼呢。迈步进来，哎呦。真漂亮，都是植物，什么树都有，嗯，看看绿颜色的心就觉得一下安静下来，那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谁，有一个牛顿，哦，那是科学家牛师傅，牛师傅坐在苹果树下，嗯，苹果砸在头上，嗯，他想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对，造福人类，嗯，我怎么这么消极呢，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似的，啊啊啊！我也坐在树下，哦，好好考虑我的人生，想一想，成功，苹果掉下一榴莲来，哇，好嘛！您先清醒清醒吧。哎呀，一个小时之后我苏醒过来了，好，晕了一钟头啊！我怎么就没盼着？坐错了树了，您。
可能要发财。是啊，眼前都是星星，哎，冒着金星呢。你翻这兜，嗯，我这几个兜怎么都在外边翻着呢？不，这一小时还让人给抢了，手机也没了，嚯，我那伟大的200块钱也没了。这兜还剩点零头啊！哎呀，零钱给我留下。哎呦，零钱，钱可以不要，手机得。对呀，这打电话怎么办？手机哪儿去？啊，旁边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哦，男的跟那喊：“谁的？谁的？”哦，我说我的。哦，他过来啪给我一嘴巴。怎么？那女的怀孕了。哎，人问这孩子是谁的？你这不都冤死我了吗？谁让你不听清楚了，瞎大茬的？一个小时后啊，我又苏醒了。好嘛，又让人给打晕了一小时。走出了植物园，嗯，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哎，这都是浪漫。什么话？废话，打两回您得到净化了。哎呀，我觉得肚子很饿，饿万幸我还有点零钱。是啊，街边有一小饭摊，吃点东西，下岗工人干的。哦，炒个饭，炒个饼，嗯，煮碗面，凑合吃小菜儿，嗯，我坐在这儿，我要挥霍。这摊儿上您能怎么挥霍呀？煮三根面，俩饺子，快！嘿，这好嘛，饭量不大，我跟这儿等着呢。嗯，又打那边，什么呀？来了一辆城管的车。哦，连吃饭再摆摊儿的，怎么了？当时就没了，全跑了。就剩我一个人跟这坐着，您也是砸的成这样。车停了，嗯，下来两个城管，哦，两个人表情很沮丧。怎么？我说别开车嘛，啊，你看没饭吃了吧？哎，好嘛，哦，他们也是吃饭来的。凉拧了，我很饿。嗯，没饭了，还得找地儿吃饭去。是啊，旁边有一小饭馆。哦，我上那儿吃点东西吧，凑合一口。迈步就去了，一进门，嚯，啊，地上摆着一个黄颜色的塑料牌子，哦，写着“小心的滑”。您呐，以后上饭馆带着本字典怎么样？别滑了，行吗？小心地滑，知道吗？您这榴莲再砸一下就醒过来了。您跟这儿抽风吗？这不是？我玩的可高兴了。哎呀，唰唰唰，神经病！我一抬头，啊，那老板站那看着我。不知道干什么呢，还滑，你有病啊，你说人家你有药啊，嗨，哎呀，你吃多少，你有多少，行了行了，吃多少就多少，有多少吃多少，你你是有病，我跟你说，你跟人浪这话干嘛呀，你这人生怎么这么不美满呢？哎，你这美满不了啊，您老这样坐在这儿啊，煮碗面吃面，我今天让你家破人亡。谁呀，我非得给你找点别扭不可。怎么个找别扭啊？面煮来了啊，拿筷子一扒，嗯，真巧，怎么了，夹出一个蟑螂来，也是不在意啊，逮着了怎么办，老板脸都白了，害怕，给换双筷子。哎，换筷子，这是筷子的事儿吗？这俩人都够有病的。你盯着我呢，我下回来咱们再说，知道吗？哎，对，你先回来。滑出去的是吗？我可淘气了，知道吗？可气，您这不是淘气？哎呀，嗯。走着街上，我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嗯？我这日子，哎，嗯，哎，怎么了？这有一大广告牌子，
写着什么？卖房子、哦、新开盘的小区、嗯、名字好听 叫魔幻城堡、啊、起得不错，意大利风格，嘿，3000块钱一平米，便宜了，白给呀、啊、是啊，我来俩无动吧，您要买这个我贷款，贷款2013年还，哎好，那就是没日子给呀、啊、这钱，我先住着吧，意大利风格魔幻城堡，嗯，迈步就来了，嗯，到这一看，怎么，真是意大利风格？那么明显吗？楼都是歪的，哎，按着斜塔那么盖的是吗？售楼小姐特别客气，是啊，啊，那要买快买啊，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了，好嘛，这就要塌。我说你们这玩意儿。3000块钱一平米，谁敢我你3000块钱？怎么？5万一平米？怎么5万呢？说你写着3000，对，3000是物业费。嚯！我一听啊，嚯！干嘛这么吃惊啊？我一吃惊，嚯嚯，后面的楼，嚯嚯，就这一嗓子，楼都塌了。我一看，我走吧，赶紧走吧。售楼小姐打这砖里边出来了，买吧。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药吗？哎呀，你吃多少，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吃多少，行吗？神经病都碰一块儿了，这不要了命了吗？你我这钱就挥霍不了了，您这200块钱拿什么挥霍呀、啊、200块钱丢了，我卡里有1800啊，这店里花这个，我这呀好好琢磨琢磨我的人生，嗯，好好的规划一下，还想呢，嗯，回家休息了一下啊，一宿的功夫、哦、我当时啊，我这啪一下怎么样，我顿开茅塞，嘿，哎呀，整个您把公共厕所的门撬了是吗？说话这废话，顿开茅塞呀，干嘛呀？怎么说顿开茅塞？顿开茅塞啊，取钱去，钱取出来，嚯、哦、我准备啊过有钱人的生活，是啊，我养宠物啊，养宠物倒是务实，有钱人都养宠物。对呀、啊，我呀、啊、找几个呀、啊，找几个明星，嘿，啊，我好好的养明星。嗯，您这拿明星当宠物养啊？我企业家呗，企业家就包明星啊？我老企业了。哎，您这个肾的状态就不要想包明星的事儿。有什么？哎，想点好事，你这是讽刺我吗？废话，你有病，你也不要啊！你有病，谁跟你说这个？哎，我不爱说这个。想点好事儿，我去买宠物。哎，门口一宠物市场，我去买宠物去。你瞧，一进门，嚯，卖什么都有啊！啊，卖什么都有，人说我们这要什么有什么。啊啊，什么这个养鱼，养鸟，嗯，孔雀。哎呦，养那个乌鸡，真全，元宝鸡，嗯啊，养小狗小猫，是这元宝鸡，这也是宠物啊，那是跟别的鸡不一样，它那脑袋跟那尾巴是翘起来，元宝形状，特别可爱啊！我说这挺好玩的，这个是是，这我以后就能上街遛鸡去了啊！哎，怎么那么别扭？您说这话呢？话遛着玩嘛，高兴啊！你养它吧，啊，这好好，嗯、啊，您买票。大的小的都有，哦，这么大的小鸡崽也有，呵，我们有小鸡儿跑得特别快，是啊，特别可爱，哇，好好好，买它，把那跑得快的那卖我，哦，啊，那不卖，我给你100块钱，100买只鸡多少？200，不卖，你呢？4万，嚯，5万，真下门，不卖，我尿疯了啊！500块钱买只小鸡儿你不卖，真是，你这不是不卖，怎么？我追不上，哎，那你还弄这玩意儿干？跑太快了，是哦，那买个别的吧，啊，换点儿，买一条狗，哎，这比较普及，买狗，嗯，注重血统，对了，我买一狗，血统太纯正了，怎么京巴伯美藏獒西施的串儿，嚯，那狗他们家指定多乱呢，买回来越看越喜欢啊，美化它要到极致，这还怎么美化？找美容院，哦，给你们拉一双眼皮，你啊，拉完我一看，嗯，怎么上下双眼皮？上下都拉了啊！我们这开业大酬宾啊，啊拉两刀送两刀，没听说过，手术也送了。我说你给狗美容吧，啊，烫个头行不行？
短毛发，烫什么样？不是见过于谦那头吗？哎，你提我干嘛呀？就烫一烫那样的。什么话？行，弄进去了。烫完出来一看，怎么没毛了？改您这发型了。你有病！哎，我可爱说这个。怎么意思？这是？不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啊，火大啊！这拿微波炉弄。嚯！这孙子原来干烧烤的，改厨子了，这怎么办呢？有人跟我说，你给这狗整整容吧，那就美容，说上韩国整去，那儿有这技术。哎，这是个办法。找朋友借点钱，买张机票，带着狗奔韩国，下了本了，给狗托运，上飞机，坐在那儿，拉过安全带来了。我这短，你先等一会儿。飞机上的安全带你要这么带是短，你知道吗？怎么系？这么系呀，人家安全带，跟厨子说不一样。废话，咔，我得系这啊，对吗，大姐？对，空姐乐，对，是得系上安全带啊。飞行过程当中不摇晃的啊，曾经有过这个现象。凡是没系安全带的乘客撞得头破血流的。是啊，凡是系安全带坐着好好的跟活着是一样。哎呦，嚯，别坐了，要不就撞就死了。我来不及了，他已经飞起来了。哎呀，我多事。哎呦，我的个天哪，我这要吐，难受，是翻腾。哎呀，是捆着我动不了。吐哪儿呢？你说我旁边还坐着一人呢。还一位，这位真行，避免睡觉。你瞧瞧，戴大墨镜，眼罩都戴好了，睡觉。我奔他这心口就去，太恶心了，吐在前心上。哎，他也没反应，我也没事。一吐完就好了。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平稳降落。你看，他醒了，我赶紧问他，好点了吗？什么人呢？这是？你损不损呢？你？他明白，好，有戏，哎，还这样，您就会这么一句，就这句词是吧？领了一最大的一个整容的机构，那就到了。真是说，你看我这个，您明白吗？点点头，主治医师戴着大墨镜，戴口罩，戴着帽子，穿着白大褂，全捂着，把这狗弄里边去了。哼，我跟外边等着吧。有一个钟头，哎呦，给我抱出来了。正好嘛，整完之后不一样。是啊，大长耳朵，俩大门牙，一蹦一跳，吃胡萝卜。呵，哎，你说好，那你这进去一狗，出来一兔子。哎呦，你吃胡萝卜呀？他给我换了吧？对呀，我说看这原来这套，这不对了，这个啊，是错了。这我这哪儿去了？那狗，摆手，这就是啊，你别来这套啊！不承认，我告诉你，我喝得出去。是，赶紧给我还回来，要不然跟你没完。对。他乐了啊！你戴口罩跟我没完啊！飞机上你还吐我一身呢，是在这儿吗？谢谢啊，这位送的菜，菜不是菜啊！上回是哪儿演出？人家这里边加着钱，行，还不知足呢？你没有。没有，下回注意啊！下回注意，下回连花都没了。哎，就光那俩人也行。哎，下一个，你们老这么支持我不合适。谢谢了，谢谢大家这么惨不忍道的支持我。谢谢。今天晚上不错，又吃又喝，又听相声，又抽奖。对啊，据说今天主办方可花了钱了。好多奖，有投入啊！一二三等奖，待会儿就抽完之后，有不愿要的，就送到我这儿来啊！凭什么人家不愿意要啊？我不介意，不介意。是，抽完奖还得说相声。对啊，演员是一对儿接着一对儿的倒着来，一场接一场。啊，每人口味不太一样。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对，听德云社的相声有一特点，得坐得住。哦，因为时间长。是啊，尤其像今天大伙儿都来了，早回去也没事儿，二堵车是吧？对，就先别走啊！你跟道上查着，你不如跟这儿坐着合适。啊，大伙儿要都能坚持住不走呢，待会儿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呢。您还有这段？其实哪段都不让播。今天我们都没跟家待着，都得出来。对呀，因为这行就是如此。人家都过节了，
休息了，我们得出去上班去。最忙的时候，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是不是？别人都愿意跟家里家三口，我们就得出来。我也是，谦儿哥也是，都一样。嫂子带着孩子跟家待着，出不来啊。对，看孩子。有人在网上看过于谦的儿子，哎呦，我是最喜欢那小孩，聪明，跟他不错。有的时候我也纳闷，你说人这个遗传，是不是确实很科学的事情？遗传当然是一门学问呢。哎呀，说相声的儿子说话早。对了，于谦的儿子呢，现在是挺大的了啊，你好了。我记得他8个月的时候就会说话，说话早，一般的孩子没有啊。是，1岁多了不会说话又不是。人家的孩子8个月不说话，对，一抱起来说话说话，说一个孩子张嘴就说发票要吗？他倒没说毛片要吗？后来就会这句，什么会这句啊？我说发票呢。这孩子不是，这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是灵，遗传这个东西是很厉害。不是，有时候在后台我们也是，德云社大伙知道，100多演员是，孩子也不少，有结婚早的，有孩子大的，对，也就是他的儿子啊，还有像高峰的孩子也结婚了，李菁的孩子都有了，天天演出，有时候把孩子带到后台，仨、嗯、小孩搁一块玩啊，那有伴儿了。我一直感觉问题啊，很感慨，怎么呢？你看这个都有艺术天分啊，都是干这个的啊，就这仨孩子，给张纸，给一根笔，小孩跟着画，小孩画，天马行空，小孩的思想嘛，画一个圆圈，嗯，你要是我看，哦，这鸡蛋啊，对，太阳是，也就这样，禁锢住了。你要问这仨孩子，嗯，那可不一样，哦，太阳啊，月亮啊，饼啊，麦当劳啊，就一说说好些个，发散性思维，孩子这个思维你不能不佩服。是，我有时候爱逗他们仨孩子，怎么个逗？一人给张纸，来杆笔，画画吧，画一个。仨人还问我画什么呀？我还要题目。你们仨的父亲都是说相声的，对，画一个爸爸说相声，这就给题目了。高峰这儿子拿起笔就画，画的是什么呀？一个桌子旁边站着一人，哦，爸爸说相声了，哎，挺好。李菁的儿子也行啊，画画一个爸爸，挺高，是，旁边站一小人，这么矮，站一小人，不是，这是谁？何云伟。哎，对，我这孩子眼光是雪亮啊。于谦的儿子也画，哦，画一张大床，嗯，躺着一女的，躺着一男的，什么意思？我也纳闷，这女的谁呀？啊，这是妈妈。哦，这男的呢？啊，邻居王大爷啊。你爸爸呢？说相声去了。还兄弟，这孩子太可气了，这个艺术天分，这什么艺术啊？这他画出来跟画个相声似的，什么是相声似的？我就说这意思啊。啊，那故事孩子自己创作，他一种愿望。哎呀，这孩子太遭恨了啊！你万幸吧，他没说旁边躺的是我，就便宜你，这有你什么事？没有你，别掺和。孩子慢慢长大了，你必须该教育就得教育。那当然，没事弹弹琴呐、唱唱歌啊，看看节目，是一个很好的熏陶。琴棋书画都得练。我们也是如此嘛。是吗？就刚才说了，琴棋书画，对，对我们来说是功课。哦，您也练这个？你未必练得成，但是我们要主动的去熏陶、去接受。哦，这是古代传下琴棋四画，琴这是四艺，对，琴古筝。哦，古筝是古琴，我不会，但是我喜欢听。你也练吗？我那个经纪人王海啊，他那个女朋友就是弹古筝的。哦，大个儿，长头发，超短裙，黑丝袜，呦，我的白就长。我可喜欢他了。挺好。您是喜欢古筝啊，是喜欢人家女朋友啊？都行吧。哎，这都行，没听说过您得练琴呢。就这看，哎呀，看他弹，打心里我痛。啊，喜欢看，换别人弹就差着。哦，别人手艺不好，不好。嗯，下棋也是如此。棋，我喜欢下棋。是吗？我是个有身份的人。哦，没事跟朋友坐在一起。嗯，点上一炉香，还焚香，坐着下棋，旁边坐一个弹古筝的女的。啊、哎，这嗨，老得有这配置。拿起棋子来。嗯，军长。哎，军棋呀、啊。啊，工兵。哎呦，对。啊，
啊 ，K 地雷。哎，好嘛，你不是得下象棋呀、啊？我可得会。哦，不会呀、啊。琴棋书画。哦。书，看书。看书。看那个线装的书，老书看书，《金瓶梅》。哎，您也就看点这书。我主要是看画。哎，不认字。我更要命的那个，我喜欢画画，喜欢画画。那画您画吗？我就画个弹古筝的女的。这好嘛，单相思吧您。就喜欢画这个，是吗？哎、这太好了，琴棋书画。对，我不就是弹古筝的吗？哎，这嗨，行了，您就躲人远点吧。我愿意跟他一块儿近乎近乎。是啊，我跟王海我关系都不错。您不能这样。怎么了？朋友妻不可欺，要想妻，等他上飞机。哎啊，什么话这？没有，我让他上上海坐地铁去了。这嗨，这这么跟您说吧，啊，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是个懒兔子，专吃窝边的草啊。不是，我是跟你探讨艺术了。探讨什么艺术？那是你朋友，我没拿他当朋友。哎，这您什么人呢？您这你来探讨艺术，您老往歪门邪道上勾搭我，那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您往歪门邪道上想，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我是个高尚的人。我没事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啊，看看舞蹈，我喜欢这个。哦，还喜欢看看古玩字画，收藏点古玩字画，古董。哎，咱我没少弄字画，是吗？唐伯虎画的我都有。哟呵，唐寅的画，花钱。明正德年间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对呀、啊，唐伯虎画的美人咱有。是是是。山水有啊，福娃，福娃，唐伯虎画福娃。哎，王羲之的字儿。是吗？大书法家王羲之亲笔写的。写的什么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哎，这嗨，哎呀，全跟奥运会有关系。这我都有，是吗？您都收藏、哎。当然了，这个我这方面咱不是特别的内行。哦。跟于老师这比不了。啊，那是。于老师他们家，从于老师的父亲们、啊、这么。父亲门。这地方别加门，知道吗？从于老师的父亲那儿，人家家里是懂这个。家里懂这个，专门研究。没事，他们爷俩，北京这都是潘家园啊、十里河啊，文物市场，人爷俩那儿，这叫捡漏。哎，就专门找那个漏。我不知你们哪位懂这个啊？捡漏去。对，都摆地摊扔着。这个你看着是废铁、啊，人家买走就是文物，就值钱。仨瓜俩枣买走回去一倒手值几十万。有，这得内行，咱也去见天去，咱懂吗？不带眼。不懂啊！是我亲眼看见过，我一进。潘家园他们爷俩那儿出来了，我跟我爸爸于谦儿这抱着一个破铁盆、哦、他爸爸弄了一口小水缸、哦、那这破玩咱不懂 啊买的什么呀，人一解释咱一听罢了，这份儿这怎么好法儿？人于谦儿拿这盆、嗯、这是想当初雍亲王洗三的时候用的盆，这让我掏着多讲呢、哦、这他爸爸那个，我说人家弄一破水缸，小子这你不懂，这是钢制宝贝。怎么呢？这是想当初皇上睡觉床头里放的水缸，床头放水缸，万一着火拿这缸救，知道吗？呵、哦，我这您得着宝贝了啊！他也乐了，是那可不得着宝贝了吧？怎么呢？我得一盆啊，我爸爸得缸啊，你玩去。说事说事，别占便宜行不行啊？您这个说这个意思，说就是。什么叫得一得缸啊？你得一宝贝缸嘛？你说那水缸啊？是是是是是，我一解释你能明白吧？是，大伙儿也都明白了。那个搞艺术的人他必须是这样，陶冶情操嘛。没事，你后台你看这么些人，你岁数太大了，说了，我打73了，他今年。不是您看我像73的吗？大爷就84啊，我都活在坎儿上了。我你看看人家李菁。李菁大伙都看见了啊！我师弟多精神叫我大眼珠子，是吃饭时老怕他掉汤里边，嗨、哎、不至于是吧。李菁人家孩子说两句话，这份好啊，两口子懂艺术，哦，看芭蕾舞听交响乐，有修养，都是高雅的东西。是啊，我们这弟妹人家李菁的媳妇也这份也好，单位里边人家是那个 UFO 啊，飞碟呀，不是那个 FO， 哎，红酒，哎，安江 SU，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CEO， 对呀、啊、，CD 沟里边嘛啊 ，CD 沟里，我塞哪儿了 ？CEO，CEO 是吧？对、啊，有身份，有什么？这俩人多浪漫，你知道？怎么个好？你不知道？您讲讲啊？哎呀，因为人家那个年龄比我们小好几岁，那是。李菁跟他夫人啊，两口子。恩爱很般配，关系人天天没事就这个看书啊，看电影啊，哦、而且人专门看那个
这个国外拍的那个电影，偷偷摸摸看的那个，在什么玩意儿？偷偷摸摸看，就是那带字幕的，没有中国话，知道吗？就那演的那个译制片，对，哦、看那人喜欢这个，人拍婚纱人都是像我们当初那个，这于老师那结婚那几回，想当初那几回，没有几回，就一回，就一回让人逮着了，是吧？哎，对，不承认人家是吧？我们那会儿就照相馆。穿好了办得了，这知公指令那儿照呗。人李菁结婚，人家婚纱人街上照的，啊，那叫实景拍摄。公园外景，人两口都穿好了，这儿出来，啊，人家媳妇儿高兴，哇，雪花在飘哎，下雪了，多有意境。是啊，李菁看着他，你这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哦，合着看什么都是白的，眼神毛病吗？没听说。摄影师，赶紧，啊，李老师拉着婚纱过来。哦，他拉着婚纱，头里，哎，怎么跟牵驴似的？这嗨，什么话？媳妇不干了，再胡说踢死你啊！啊，还是驴呀、啊？说人家这个意思，两口子感情好，感情好，人家懂这个呀。哦，照相这咱不懂，人李菁自己都会拍照，他学研究啊。买那个机器，自个儿研究各式各样的。嘿，白天怎么拍，晚上怎么调？哦，他晚上出去拍去了。那是艺术啊！李菁晚上出去站电杆子那儿，站街上拍夜景，夸嚓夸嚓夸嚓拍。来往司机没有不骂街的。怎么了？以为摄像头呢？嗨，有那么低的摄像头吗？啊，夸嚓夸嚓拍，拍人物，人拍人物。德云社说相声有一演员叫刘元儿，哦，那大胖，大比这桌子还胖。是。胖的都不行了。啊，我问过他，我说你多少斤？多重？260斤。哦，后来我才知道上当。怎么呢？秤就到260斤。哎呀，再也打不上去了，知道吗？平时刘元刘胖子一照相得照3张，才能拼出一个整人来。哇，这也太胖了，这李菁哪懂了，就拍一张，咔嚓，拍完了，大伙儿看看我这怎么样？这是结果一看，猪肉啊！哎，对，你看。人都说真正的艺术得拍人体，啊，人体拍人不穿衣服，光的。哎，你说那个你又不是专业干这，哪儿找这？那走了街上您不能说呀、啊，是吧？您没事，您脱了我照照。啊，非挨打不可，说不过去了。是啊，是不是？但他昨儿也说我这个不是好色，哦，这不叫好色。哎，这人有喜欢美丽的这个允许的。哦啊，说这个可能不能过分，要过分的话就叫色狼了，是不是？过分叫色狼，哎，比色狼还过分就是色鬼啊！要再过分点，那色魔啊！那要再过分，那变态色魔，比变态色魔再过分点，那就美学专家。哎，这好嘛！您这骂人都不吐骨头，知道吗？说这照相嘛，啊，真是照相，照人体嘛。后来李菁有一办法，他们家有一小保姆。阿姨，哎呀，有一小保姆，这保姆跟他们家受不了，怎么呢？一天到晚老干活，哦，也不爱说话，说话就几个字儿，什么？啊，一见着李菁的媳妇儿，一人有什么事儿？是太太，说这个，啊，见李菁就是不先生，哎，这李菁什么意思？这是谁知道现在？啊，天天的说这怎么办呢？李菁说干脆我拍他们。哦，这拍这保姆，拍你也不能这样拍啊，就想一办法，最好是洗澡的时候拍。哦，洗澡时把家里都弄乱了啊，弄乱，跟媳妇说，我这是艺术，哦，你不能拦着我，你得支持我，啊，媳妇支持，家里弄乱了，让保姆干活，哦，保姆一进门，嚯，那么乱，家来城管的了是吧？哎，超了，啊，跟着忙活吧，嗯，媳妇也跟着忙活，忙完又一身汗，让保姆去洗去吧，啊，洗澡，已经都准备好了，有一旮旯，角落有一窟窿，能拍那儿，等着吧。这保姆不洗，在你们家干活还洗澡？不，这要不大姐您跟我一块儿吧？跟他媳妇儿，李菁媳妇儿，那陪着一块儿吧。嗯，一块儿洗，洗完澡出来，李菁耷拉着脸不乐意。谁让你跟他一块儿洗澡呢？怎么了？那怎么了？怕什么呢？我还约了刘胖子呢。啊，还约一人呢？这说这个意思啊？你是被照相吗？这后来这不就不让照了吗？哦，啊，照相机都没收了。那是，李菁也挺难过的。总上那个卖照相机那儿哭去，怕人上店柜台眼泪哇哇的。嗯，我原来我也有，后来不让照了，倒霉倒霉刘胖子身上了。啊，跟刘胖子都没关系。这儿一出门过了一位，照相机要吗？啊，不让拍，不让拍，卖你好玩意儿。
透视的眼镜。怎么叫透视？戴上这个，你看看谁穿衣裳都没有，看谁都不穿衣裳。哎呀，你已经乐坏了。戴着一看，好，街上人都光着。哎呀，太痛快，这比照相还痛快呢。这就甭提照相，这太好了，这个啊，戴着吧，回家吧。嗯，回家一进门，一看他媳妇儿跟刘胖子坐那儿坐着，俩人都没穿衣裳啊。戴眼镜，把眼镜摘了，还没穿衣裳啊。破眼镜把我眼睛都弄坏，这是眼镜的事儿吗？这个没事还戴眼镜呢，这个人实诚，你知道吗？对，这不叫实诚，实诚照相现在来说根本就不叫事儿啊。想当初就我们小时候，谁家有个照相机那还了得呀？哎呦，那可是宝贝，那可了不得了。嗯，过去还上胶卷，嗯，看现在啊，很简单，数码的，有的省事儿，掏出手机电话来，啪着啪着一照，哎，也都行了。嗯，而且你发现人照相时都有口头语吗？这有什么口头语？人都爱说这个照相了，注意啊！嗯，茄子，哦，茄子也不是谁发明的，谁喊谁呀、啊？是照相的叫茄子，是被照的叫茄子。嗨，都能答应来，茄子高兴露牙。但在他们家不能说这个，怎么呢？你嫂子小名叫茄子。哎，我媳妇有起个好名儿的，茄子。茄子，茄子，茄子，没有叫茄子的啊！不能说这个啊。后来人家卖牙膏的花钱了之后，大伙儿都改了，改什么呢？田七啊，对，都喊田七，喊田七也露牙，张口音这是对的，对，不能闭口音，不行吗？一照相，藏秘完了，哎嗨，藏秘也没有喊的啊，那必须得张口音，嗯，哎，还有，哎，这不是什么呀？您这脸都脸打开。不是您这一机会就喊这四个字是吗？嗯，我说这我打心里痛。哎，您花人钱了主要是？我花完了。别提这个了。于老师拍照喊的跟别人不一样。我呢？前妻，前妻。嫂子不乐意，不许说这个。对呀、啊，说说一个我爱听的，高兴的。冠希。哎，这还？您别胡说八道了，行吗？嫂子是研究这个画画，研究摄影，有一套。爱好搞美术的，是搞美术的，他有个笔名叫啊，因为他这个他本身是成都人，嗯，后来这个在吉林长大，所以取两个字儿名叫成吉，有成吉思汗，对，嫂子刚才我照他这来一个，嗯，成吉思春啊，思春的，所以说你听的什么时候谦哥一叫春就是喊媳妇儿呢、啊？这没听说过，人家都什么话呀？天天嫂子跟这儿谁什么都画，嗯、啊，画刘胖子。怎么谁都跟刘胖子那么好啊？画完，大伙儿你看这个，这猪肉，这猪肉，哎，画的跟照片似的。画于谦，哎，你儿子真可爱啊！画郭德纲，哎，别画你了，您这老占便宜，不让说，好处想，不让说了。就是他媳妇喜欢照相，嗯，特别爱照，没事哪儿都去照风景啊，照这个照那个，嗯，有时上郊外骑着马照相，哦，跑马场骑着马上拿着相机，咔嚓咔嚓。这么照，照完跟心电图似的。哎呀，都跳着的是吧、啊？没事上游泳池里边，嗯、潜水下去拍去。好，还水下啊？带着机子下水，哗，潜水40米。哎呀，他可忘了他不会游泳啊。那我还能潜40米？就沉下去了呗，沉下来。好嘛，一会儿飘上来了，飘上来了，救上来，吐出2斤皮皮虾去。嚯、哦，找着哥了，这是。走到哪儿都能照啊。嗯，这儿也照，那儿也照。哎，嗯、男洗手间。哦，对，没照过这个啊，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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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上咔嚓咔嚓，哦，哎，这没有照这个的，不喜欢这个，啊，照相机不离身，走到哪儿都带照相机，嘿，啊，天天出去，没事就打车出去方便，哦，有时候上胡同拍，开车去不方便，嗯，打一车，一下车照相机拉在车上，哟，他这要走，人司机喊他，大姐大姐大姐，干嘛呀？你相机。你相机什么话呀？他这人火，他急了，什么话这是？对呀、啊，臭流氓啊！人一看这个人走吧，人开车走了啊！一看想起来了，快、回来！怎么的？我相机。今天各位来着，怎么的啊？于老师，这是多好的演员呐！您客气，这个演员在北京都不是每次能看见。哦，一年就出来2回，清明一回，七月份一回，这
我出来收贡品来了，是吧？所以说今天啊，各位来着，什么来着？得好好看一看。这说相声说好了不易，那倒是。尤其像这么大的地儿，啊，就这屋七八千人，就这么说，太难了，都得照顾到。对，上边的下边的，嗯，各位这么捧，嗯，待会儿你们要坐着不走，嗯，我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还有这段子呢，其实哪段都不让播。说相声啊，有三点一定要做到。哪三点？第一，得有很好的天赋。哦，天才。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事在家看孩子，自个儿都说，孩子们要说相声就能说。哦，这就能看出来，家大有遗传呢。哦，脑子不灵活干不了这行，脑子得快。那于老师那个儿子多可爱啊，今年刚四岁了吧，不到四岁，不到四岁，嗯，太好玩了，聪明。是他那个儿子八个月会说话，啊，说话说的比较早。你这八个月这孩子说话你多神奇。嗯，别的孩子有的真有嘴笨的，两岁不会说话。对，人的孩子八个月好，这一逗子说话，啊，张嘴就说。说什么？发票。卖发票，这就是良好的家庭的序号。他倒没说出毛片来。那是一岁的事了。跟人出去的还挺早，知道吗？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岁就看着他玩积木，比别的孩子玩的都好。他喜欢拿积木，一帮孩子坐块玩积木，真有点笨，这块跟那块就搁不到一块啊。对呀，他那个儿子一岁，嗯，啪啪啪啪，把积木拼得倍儿好，马的高着呢，一推，呼，什么孩子呀？这是看人玩麻将来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哎，正看打麻将呢。我儿子也很聪明。你儿子就是不爱上学。我不爱上学，老跟后台玩，玩心大呀。对了，一上课坐在那儿老问老师，多下课，老憋着下课，老师也生气，打铃儿才下课呢。对呀，刚才打铃儿了，啊，废话，上课铃儿。啊，那天我儿子在学校里边抽烟，老师逮着了。那这可是坏毛病。一帮孩子抽烟，跑厕所抽去。哎，他拿回去来一根抽，嗯，也抽。老师看见都跑了。嗯，就他跟那儿逮着了，还抽呢，把老师气的。嗯，你才多大呀？嗯，你为什么抽烟？是啊。哎，嗯，祖国尚未统一，心情郁闷。我爱我儿子，是干这个这么聪明，所以说说相声第一啊，得聪明。对了，第二得有好身体，哦，体格还得好。你想啊，咱们今天打七点来钟就跟这儿说，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站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嗯，你别说你说话，你找一没人地儿，你自个儿站仨钟头，你试试。我站不住，没好体格盯不住。嗯，这年我比较差一些，是啊，不好活动。没有锻炼，这点说在，包括谦哥他父亲，嗯，老爷子这样挺好。哎，对，老头儿奔八十了，嗯，现在还早练呢。什么早？八十了还早练呢？早晨上公园练去吗？那叫晨练。我以为意思一样，不一样。老头儿锻炼身体去啊，上公园晨练啊。哎，晨练，对对对对。早晨起来，他父亲上公园晨练，嗯，上那儿耍剑去。你呢？怎么那么别扭啊？上公园耍剑去，在家里还耍不够。外边剑啊？什么呀？上公园练剑，练这也不像话呀！山练宝剑吧，练宝剑。哎，对，宝剑。家父亲天天拿木头的，啊，老头天天公园。自杀剑，哎，你听说过？他也爱锻炼，这遗传。谦儿哥天天早上先跑步，对，跑完步，嗯，上那个健身房，是他上那儿拉皮条去。我
上健身房拉皮条，练肩膀啊。肩膀用拉皮条吗？健身器材那个。就是还不懂，还得练那个，那皮条就练练臂力那个。没有皮条，有一好身体才能够好好说相声。那倒是，而且演员拼到最后第三点什么？拼的是文化修养。那倒是，别的都没用啊。啊。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对，文化体育，搞学问这个是最难的。哦，就这么多年啊，啊，但我不敢说看过很多书，我也看过一批书。您看的书不少，看了很多书，越到最后越觉得太难了。这搞学问呢，它跟搞破鞋它不一样。多新鲜！搞破鞋呢？破鞋？您以为以前以为这搞学问跟搞破鞋是一样的？不是，我们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啊，先搞学问啊，后搞破鞋。您还是挪前头来的，搞完就趴着。是吗？哎，什么？没听说是不一样的。哎，因为惊喜。哪儿叫惊喜啊？那搞学问，因为这个通过看书，胸怀宽广。那倒是啊，你要说不看书，这个人一路心眼这么小，你那台上好不了。心眼窄，你看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那倒是。所以说，胸怀要宽广。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什么？海纳百川，有人乃大。哦。不对吧？您这个，你细琢磨呀。就别琢磨了，您这海纳百川，有人乃大。嗯，您说的这是黄金甲吧？黄金甲什么意思？您是没看过是吧？没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容是谁媳妇儿？是一女的，是谁？我没有，有就是这么句话，有容乃大。对不起，我没闹清楚这事儿。没闹清楚您就说，我只是想说，多看书，啊、多看书对自己是一个修养的提高。您说的这没错，我那朋友就是啊，无所事事。我说你多看书，哦、没事上网查查资料，没事多给自己灌输一些东西，日后会好。现在他百万富翁，哦，挣钱了，他天天在那网上偷菜，这。假钱呢、啊、最起码的是什么呀？反正我这些年没少看书。哦，您都看什么书？什么都看啊。有时反正早晨起来一般是先看一张英文报纸。看英文报纸？对，看得懂。看得懂还看他？您家那看得懂还看他？不是，您家那英文报纸搞科研呢是吧？您琢磨他。我就想我使劲看是不是能看出汉字。英文报纸能看出汉字，研究嘛，搞科研嘛，啊，多看书，广览多读，天文地理一补星象，地理历史没有研究不到。是啊，哎，战争我也得研究，战争，哎，植物动物都研究，嚯，天文地理，啊啊，这几大世界上这个地儿出事，那个地儿出事，为什么？啊，研究不明飞行物是怎么回事？天上为什么会有 CEO 对吗？天上 CEO 都跑天上去了啊？不是，天上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它飞的那个 XO 对吧？为什么飞过来一个 X 什么呀？飞过来的，俺家 CEO 不是，天上飞 UFO 啊，就是 UFO 是喝的，您说那是 XO， 您说那是。UFO 是飞碟，来听85年的 UFO， 85年的 UFO， 八几年的哪儿有的 UFO？ 先是飞的什么 UFO 啊 ？UFO 啊，不明飞行物嘛？对呀、啊，这我都研究过，还研究过，发现过，发现，哦哦，不明飞行物，哦，打电话，打电话，科研部门、警察都来了，报告，我发现它了，哎呦，多长时间？我看有40分钟静止不动，一直在这儿。你一缺心眼儿，月亮。那不是40分钟，在这儿好几年了。你看看，我要不说你们谁知道？什么呀？一直在这儿，你没看见？没事儿，多看看书，多研究研究，是一个好事情。好，那天文地理的书我都看。哦，不管看不懂看不懂，先看先研究。哦，还有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嚯，这是必须要看的四大名著。身为一个中国人、嗯、啊，
你不看四大名著，你是错误的。啊，您说说这四大名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不用我来提醒。哦，您介绍一下。四大名著啊，《三国》对，《水浒》嗯，《红楼梦》嗯，《郭德纲相声选》对。这四大名著里还有郭德纲相声选？对。哦，藏地排油那说明书没有吧？藏地排油，我这挣完钱就忘了。哦，你说是这样？刚想起来，想这个想有这个啊，还有藏地排油呢？谁说？那就是五大名著，知道吗？大名有没有这个？没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哪个？没这个，《三国》《水浒》啊，《红楼梦》没有，藏地没有郭德纲相声选。哎，那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算四大名著？没有哈利波特，没有，那就是有藏地排油的。那干嘛非有藏地排油啊？要不它不够数啊？三国就为凑数啊？那一箱的十盒呢，做不了。你挣人钱了，那我不光挣，我都花了。你真对得起人厂家，你倒是。那当然，我是仁义为人啊。什么仁义？这没有藏地柴油，怎么没有？没有我那钱哪来的？不是你干嘛非把藏地柴油搁进去呢？你这你要不搁里边不够数啊？三国、水浒、红楼梦啊，藏地柴油吗？我告诉你，不是藏地柴油没有。什么呀？你应该是西游记呀、啊。不是西游柴油。没跟你说这名字是什么？你得问问这名字。我问什么名字？你看。西游记西游啊对呀 啊唐三藏的秘密藏秘什么呀是这么解释吗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不是吗啊三国水浒红楼啊西游记对呀、啊、这对了吗啊哦这四个书我都会您不是您都看我这不不是看是能背这还背诵整个倒背如流还倒着背正背倒背都行哎呦我给你背一遍我从头到尾啊、连再版前言最后定价后记都有撑的呀你是吧我给你背我先给你背一遍对哦我再给你背一遍错的好吗啊我直接给你背一错的您就不会那正经背我怎么不会 啊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是啊对吧啊这四个书是中国人都是都会对三国大家很熟悉您介绍三国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三国印度尼西亚行了啊哪儿这么三国四国了你这不对四国了您说的四国多一个嘛万一你给 K 出一个怎么办呢我干嘛给人 K 出去啊你哈利波特你还给 K 出去了吗废话藏地柴油我还给 K 出去了呢那叫下架什么下架根本就不让卖了你抢购一空哪讲好听的说三国嘛三国你说三国为楚国啊这怎么还出了一句河北省的方言啊哪有河北省方言你这刚说完三国他那没说魔什么呀我还弄出一疑问句来还没说魔你刚说了吗三国为什么魏蜀吴，这么三国呀、啊？我们熟悉的是桃园三结义。对，刘备、关羽、张飞，哎，桃园三结义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亲哥们一样。对，站起身来保着唐僧西天取经。《红楼梦》有这个故事啊，全乱，骑着大笤帚扫地，还有哈利波特，一人一盒藏地柴油，上还是全搅和在一块儿，有没有？后边那没有，后边没有。三国太好了啊，《红楼梦》也好。那是经典名著，《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对，跟他们姐儿几个的爱情故事，姐儿几个的爱情故事，就一大堆人吧，大伙儿一块儿过日子，我这好，我就爱看这个，看得乱，谁嫂子爱看这个，这名著谁都爱看，谦儿哥的媳妇儿爱看《红楼梦》，看完感慨呀，曹雪芹写太好了，对呀，我也写。哦，仿着《红楼梦》的那个笔锋，嗯，按照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个《红楼梦》的子弟书，叫《青楼梦》。哪有还按照自己的身世写什么？按工作行了。什么工作呀？后来这书不让卖了，我心压根就没有。嗯，《水浒》啊，《水浒》也非常好，是36天罡72地煞。对，过去有什么句话吗？嗯，叫也不怎么着，也不怎么着，反正是什么话呀？
您倒记住没记住啊？画这书好啊！啊，看《水浒》学英雄。对了，谦儿哥好看这个。哦，坐屋里看林冲、鲁智深、哎、武松，这都是英雄侠义。哎，坐屋看着呢。嗯，嫂子打扮哭了就进来了。傻丫头，怎么这么哭啊？难过呀、啊。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刚才公共汽车上有流氓，跟我耍流氓。哎，谦儿哥急了，你打他们了？啊、我没敢，大声的喊了吗？没敢。你看，《水浒》上写着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对，大声的喊会有人帮助你的。对了，嫂子出门又上公共汽车，啊、哇，40多个流氓就围过来了。怎么那么招流氓？他们可能知道原来的功夫。这什么功夫？没有这功夫。客户。别胡说了。哇、哦，一帮流氓围成耍流氓。啊。嫂子心说：水浒不能白看。对。我得喊。喊。太爽了。这爽的叫你女朋友小名干嘛？没组织好这个。四大名著里最好就是《西游记》啊，《西游》《西游记》其实是拟人化的手法。嗯，你看这唐僧啊，嗯、宠这个猪八戒，宠像一个父亲宠爱自己的儿子，溺爱猪八戒又馋又懒，不干活还说谎。对呀、啊，唐僧喜欢他，嗯，像一个父亲宠儿子似的。有这么一个小章节，你记得不记得？怎么写？猪八戒哭着问唐僧：“师傅，我是世上最丑的吗？”嗯，唐僧眼泪都下来了。我孩子，我不能说。嗯，你去问问观音吧。猪八戒问观音去了。啊，大菩萨那儿出来，兴高采烈的啊，师傅，哎，于谦是谁啊？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揭瓦》，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人不少啊，哎，来了好些个人。对，好啊。哪这么运气呀、啊？心情不好。哦，不是很欣慰，心情不好了。郁闷。怎么了您？哎。起来，起来，起来，这台上。啊。我您喘匀了气，怎么回事情？你说人家都挺高兴的，是啊，你到我这儿总不顺，有什么事儿啊？哎，这位还真生气了，欺负人。谁呀？骑脖子拉屎啊？这么欺负人啊？拉干的我拨了下去，拉稀的我擦了，真能忍。他骑着脖子拉痢疾，这太损了吧？这个做个演员本来就不容易啊，苦熬苦业这么些年，哎，到如今呢啊，我连一任国家主席都没干过。这事儿您就甭惦记了，景儿能轮着我呀？嘿，想瞎了您那双好眼睛了。哎，瞧人家大腕呢，啊，开着车，住着别墅，啊，出去牵条狗12万，有钱呢。你看看我，您怎么样？50块钱一场，还不管接不管送，自己来，还带着饭，哎，连房都没有，哦，没地儿住，到现在我还租房住，啊、哦，哎，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慢慢熬着，租房住都有人欺负我。怎么租房住还有人欺负您呢？哪儿说理去？嗯嗯，我早先住的石头胡同。哦，有人知道吧？我一阵不知道。嗯嗯嗯，大杂院。对，左边住一木匠，右边住一铁匠。这地方够乱。这屋里见天弄个破锯。嗯。
瘸的还真像。这边这铁匠当当当两个当当两个当当个叮当叮叮当，给人做鸳鸯板呢。闹得很啊，闹得很，耽误我学习。捧着这本《金瓶梅》，我看不下去。太讨厌了，烦，太讨厌了。嗯嗯，我跟房东老太太说说，反应反应。老太太，嗯，说点事儿啊。嗯，什么事儿？这屋里边要出事儿。你出什么事儿？这一铁匠一木匠，嗯，能把您这命给要了，至于吗？这俩人是坏人哦，私造军火，那么大罪过。这个铁匠啊，做手榴弹。嚯，那个木匠啊，嗯，给手榴弹配那棒，一道买卖。这要让国家逮着了，嗯嗯，判你个三千年五千年的，你未必出得来，吓唬人家。说完之后，嗯，我自个儿出去了，走了半个小时再回来。嗯，这铁匠跟木匠跟门口正归着东西，怎么着要搬家？哦，要走。你看这玩意儿闹的。嗯，哎，我说二位干嘛呀？还装呢，要搬家呀。别走啊。嗯，这还没好够呢。呵啊，多会说呀，就跟这儿住着吧。啊，别去了。怎么了？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出的主意。嗯，有话说别骂街。对，听着也别扭。什么事儿啊？啊，有人跟老太太说了，说咱们两个人死造军火。嗯，我做手榴弹，哪个木匠给我配棒。干了这么些年才知道咱们俩是一个单位的。哎，气儿也是不顺呐。搬家啊！我说你这事儿闹的，这还没好够呢。还好呢，我给找一车去。找一车搬家。嗯，不用了，不用，没多远。哦，你那进你来三轮车推着，啊，不费劲了。怎么？我住着他那屋，他住在我这屋里头。啊，哈哈，换房啊！有好人走的道吗？这是挤兑我呀！别置气，气得我呀，我心噔噔跳啊！干嘛呀？搬家！哦，您走，不跟你们同流合污。您走吧，天下之大，哪里都是我的存身之所。哦，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处处不留爷，老子头八路。什么乱七八糟的？走就完了吗？搬家啊！还在宣武区。哦，坛子胡同。哦，坛子胡同，这个房东叫闷三爷。对，坛子胡同可不是闷三爷吗？老头一辈子挣钱都买房子。哦，置房产，就指着出租挣钱。好，有一个小院，嗯，两间大瓦房，有厨房有厕所，挺讲究，独门独院。嗯，一个月才1000块钱，不贵。北京城找这房哪有啊？没有，而且是一个月一交。好，月付。呵，好，搬这儿去，搬进去了。嗯嗯，该着出事儿。什么又出事儿了？这不前些日子吗？嗯，早上起来没事儿，站在门口，嗯，有一个卖橘子的，哦，跟那儿挑橘子。哦，远远瞧见老头来了，老爷子，咱得打招呼。对，老爷子，三爷。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了。嗯，德刚啊，怎么着？买点水果，买点水果。上屋去，上屋喝点茶。让家来。不了，八号再来。怎么八号来呀？八号是我的房钱，收房钱了。爷们儿，怎么了？不住您这房子，走到这儿了，进来喝杯水，咱爷俩不过这个吗？太好了，上屋去。嗯嗯。掺着进去了。好，给沏的茶。嗯，您喝着，等我5分钟。您走了，我转身出去。嗯，马路对过有一个土产杂品店，上那儿干嘛去？哎，这经理啊，嗯，老蔫儿。嗯，山西大同人。哦，开小煤窑的，后来出点事儿跑到北京避难来了，躲事儿，开这么一商店。嗯嗯，推门我就进来了。嗯，老蔫儿，老蔫儿，老蔫儿啊，挂瞎说啊，有什么事情啊？山西味儿。我拿2000块钱。
买2000块钱。嗯，哦，2000块钱啊，啊，哦，真给。哎，啊，等会儿郭先生，嗯，这杂品店这老蔫儿欠您钱？不欠钱呢。那您那么要2000，他就给2000。我们两个人是生意上的伙伴。哦，过买卖有交情。好，嗯，接过钱来，行了，走了。嗯，回到家数出1000来，老爷子，给您这房钱。哦，1000块钱。嗯，啊，这不到日子呢。是，怎么了？差个10天8天的，怎么了？往后这天越来越冷了，嗯，少跑一家是一家，嗯，别人我管不了，我先把我这给您，想得周到。老头不好意思，嗯，这合适吗？您拿，瞧瞧，塞兜里。嗯嗯，老头站起来要走，别去呀，啊，11:30了，整着中午该吃饭呢，还管饭啊？告诉媳妇儿，焖米饭。多搁水焖软点，嗯，老爷子家不好，好，弄几条黄花鱼，嗯，弄几个小凉菜，嗯，完事烫点酒，别喝白酒伤胃，嗯，啤酒胀肚，哟，温点黄酒，切点姜丝，搁俩话梅暖胃，跟老爷子对着喝两杯，嗯嗯嗯，怎么样？想得太周到了啊，嗯，对我爸爸也不过如此啊，就是吃饱喝足，老头把筷子一撂，嗯，我得走了，走，有几家下午出去，嗯，去晚了就撞锁了。还没收齐房钱，我搀着，我媳妇儿也搀着，嗯，我儿子后边跟着。您瞧，一家三口跟送皇上似的，把老头送出来了，恭恭敬敬。不送还没事儿，一送送出货来了。怎么送到送出货来了？他站在院里抬头看了看，啊，眉毛都立起来了。怎么了？郭德纲，孙贼，怎么骂上了？给我找房搬家。于先生啊，您是明白人。是啊，我当时这脑袋噔噔跳，嗯，这心口窝就觉得一阵一阵的往上涌。不是，咱们是老实人呐。是，您别生气，您别生气。不，他怎么因为什么呀？您都听见了啊，啊，各位也听见了，我对他怎么样？不错，焖的米饭是，熬的鱼啊，弄的菜对，温的黄酒啊，我对我爸爸也不过如此了吧？是您，他这样说话，您得问问他，我得问问他啊，爷们儿。这可是您的不对了，对，有话您说，不能骂街。哎，我是窝了娼了，我是聚了赌了，我是练了法轮功了。嗯嗯，你说出一样来啊，姓郭的抱着脑袋滚出去。好，打这儿起不见你的面儿。嗯，你要说不出我的不是来，老爷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话有意思，得问他呀。问他，老头说什么？啊，窝娼聚赌，把你管了我都不管。那怎么回事？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啊，我房上那些瓦都哪儿去了？气得我呀，我这心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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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不，您等等等等等会儿，您先消消气儿，郭先生，等会儿啊，别生那么大气，我先问问您啊。嗯，老爷子说什么着？那房上瓦哪儿去了？那个黄酒啊，得温热了喝，知道吗？不是，不能让他喝白酒。不，嗯，不是那个酒的问题，那瓦。哎呦，那黄花鱼不小啊，咱有什么说什么，这么大。别比划了啊！那瓦哪儿去了？啊，瓦啊？什么叫啊？瓦哪儿去了？刮风刮掉一两片，它不能全刮下去。不是你糊涂你、啊、我怎么糊涂？你们家这瓦都拿钉子钉上，你那个套套上的。我干嘛呀？我还是的。什么？你想啊啊！你看几号他来了是吧？啊，8号是我的房钱。对呀、啊，是不是啊？这不得了吗？什么就得了？你没听明白？我是没听。8号跟房瓦哪儿去？跟8号有想这道理啊？什么道理啊？你怎么糊涂？不是你没吃药啊？啊，我吃什么药啊？不是，你怎么你没解释清楚了啊？哎呀，你要了亲命了。老头问的对，你怎么也糊涂。他来了啊，我对他好不好？好啊，我还给他1000块钱了。没错，是不是啊？对，这钱哪儿来的？钱那是那个蔫儿掌柜给的，我找老蔫儿要的。对，是不是？他凭什么给我钱呢？你们俩交买卖呀、啊、好话呀。对呀、啊、瓦不给他交什么买卖呀、啊、哎您把人家房上那瓦接下来卖了，哎、然后再给人房钱，我这心呐、啊、噔噔跳啊，我脑子呀我不是滋味啊，我不是滋味啊，你死不死啊你、哎、有您那么干的吗？没有同情心啊。什么叫同情心啊？没有同情心啊。您把人房都拆了，我还同情。那老头是你干妈是怎么着啊？嗨、哎嗯、老头是我干妈，您这怎么拎的呀？他胡说，
他埋怨我，他瞪着眼骂我。怎么骂您了？他急了，你搬账，你还我瓦，你懂事不懂事啊？等，他跟我瞪眼，这是轻的，我能吃那亏吗？啊，我抡圆了，啪给他一大嘴巴，打人啊！别说七十多，九十打好几个了。嚯，好嘛，太不像话了 啊！难道说老头你活这么大岁数白活了吗？你就不懂得人讲理，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吗？啊！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啊！还给人上课呢你？哪需你这样啊？啊！啪又一嘴巴，瞧瞧，啊、这劲儿太大。不是假牙都出去了，好嘛，蹲地捡回来，这不给你了 啊，留着捡指甲用是吧？哼，我糟践东西，咣一脚把老头踹在地下，我媳妇过来了，把老头两只鞋给扒下来了，干嘛？擦，擦，这是扔房上去，损不损呢？我儿子过来，孩子太中用了啊，老头拐棍拿着，咔嚓，一家子混蛋，干的什么事儿啊？你们这拿脚踩老头脑袋，顺口袋把这一千块钱掏出来啊！这是我的，还收回去。这口袋又掏出400，这人老头的。哎呀，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吗？什么错误啊？这什么错误啊？底下口袋没钱了啊！翻遍了都，告诉你，啊，姓闷的，闷三儿。改闷三儿了，打今天起啊，给你3天时间上这儿来赔礼道歉，好、哦、则罢了，3天之后放火烧你全家。你太王道了，耗着老头脖领子啊，来大门口咕一脚踹出去，好家伙，啪把门就插开啊，转身进屋喝酒，还喝酒呢，心里不宣愤呐，哎呦别扭啊，使者王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算完了，完得了吗？万没想到啊，跟老头没羞没臊啊，怎么了？回家还跟人家说去，你要脸吗你还啊？你把人打成那样，人能不说吗？这个老头没有人性啊！啊，没有人性啊！这理都在他这儿呢。再一个，你家里要说有人，你说说也行。没人、啊，家没人呢、啊。哦，七个儿子，六个姑爷，12个干儿子，15个外甥，这就不少了。18个侄子，得了得了，27个干儿子，够你受的了。哪有人呢？还没人呢。打一电话，这帮没羞没臊的全来了啊！都来了，是得来。哦，老头舔脸跟人说：“我怎么打他了？我媳妇怎么扒鞋了？孩子怎么撅拐棍？”你说这个干嘛？你这那能不说吗？你露脸那是怎么着？那没有什么现眼的。这个事儿就得打掉了牙，肚子里边咽，胳膊舌吞袖里边。那凭什么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好好做人，你还有一机会。谁呀？谁呀？太不像话了！谁不像话？太不像。这一说啊，哎，怎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完了，有这个糊涂的爹，就有那个混蛋的儿子。怎么了？大儿子站起来了，走，干嘛？找他去。找来了。这多混蛋！多混蛋啊！你掺和这个干嘛呀你啊？你是不愿意让人掺和？是不是啊？啊。仗着老头有一个外甥是明白人，怎么了？坐坐坐，坐下坐下，舅舅，不是我说您啊，啊，地上的祸不惹，您惹天上的祸，你惹谁不好？你惹郭德纲啊？你怎么了？郭德纲还了得起呀、啊？啊，人家是说相声的，啊，对，他有时站这边，有时站那边。有时候还一个人，那管什么呀？那个，他还会那个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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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管用。是郭德纲不管用啊？他给他捧个那于谦，那了得吗？提我干嘛？是于谦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于谦的兄弟谁呀、啊？啊，澡堂子搓澡的，嗨，没用、啊，这你惹得起吗？这有什么呀？据说郭德纲趁军队呀、啊，军队，呵，何云伟、曹云金、潘云霞、张云雷。这几个徒弟没有过90斤的。嗯。你惹他，就这几人啊！别等着人家找来了，咱买东西看人家去吧。这贱骨头，瞧见了吗？啊！得亏有一个明白人啊，这才把事儿糊弄平了。这叫明白人。我跟家正喝酒呢，孩子来了，爸爸爸爸，老头领一帮人来了。哦，没事，瞧瞧。嗯，接着门往外一看，呼。来了200来人，嚯，都拿着礼物，
哦，带东西，菜刀、斧子、大管钳子、电锯，哎呦呦呦呦，棍子，行了行了，敲撬棍，打架来了，这是，这是看我来的吗？不像，这是看我的吗？啊，先把门关上。嗯，这个事儿怎么办？想想吧。事到临头，作为我这个有身份的人来说，嗯，我要临危不惧。好好想想吧，我看看他们打算干嘛。嗯，一进胡同这帮人央给我，哦，磕着个客气呀、啊、说什么呀？郭德纲孙子出来。嗨，这叫客气呀、啊、他一央给我呀，啊，我这个心就软了。嗯，我心一软呢，我这个腿就软了。我、哎、那是吓的。我能吓着吗？我能害怕吗？不怕、啊、一霎时脑子里刷刷刷、嗯、涌现很多英雄形象。都谁呀、啊、雷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嗯嗯，当初还有位邱少云。哦哦，董存瑞。是，还有一位大英雄拿胸口堵住敌人的枪眼，这都炸烂了。对对对，贾继光。呵，说相声的。这还行行了啊？什么呀？你还使相呢？这没有了。贾继光，什么贾继光、啊？谁？谁？这叫什么？黄继光，假黄继光，假黄继光，就是黄继光，就是黄继光，黄继光。还有一位女英雄，谁？女英雄，嗯，面对日本鬼子铡刀，哦，临危不惧。对，刘兰芳。这嗨，咔嚓！哎呀，这噗，行了，血哟！别解恨了，哎，行了行了，怎么了？怎么了？刘兰芳像话吗？大英雄啊！什么大英雄、啊？什么叫什么？刘胡兰。哦，刘胡兰啊！对对对对，刘胡兰。是、啊。对对，女英雄，梳着短头发，对，穿着一身那个碎花的小裤褂，对对对，这铡刀摆着，是一点不害怕。对，唰唰唰，一甩头发，唰、嗯，我爱兰芳。嗨、哎，是这个。跟女英雄啊，女英雄说我爱拉芳啊，大家激励着我呀。嗯，我不能害怕。你呢？一回头，地上有一块大青石，哦，120多斤，那么沉，往常我哪儿抱着动啊。哦，今儿顾不了了，心说呀，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俩我赚一个。嗯，抱起石头往前走，噔噔噔噔噔，咕，砸死几个？把门顶上了。哎呦，您就这能耐啊？顺着门缝往外看啊。人不少啊，不少，老头也来了啊啊！哎，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呵，好嘛，这个慢，跑吧，呸！怎么了？太小瞧我，我是个英雄啊！甭提这英雄，我是个英雄啊！英雄怎么？人物自豪，我是刀枪炮子里钻出来的，我3天没杀人了，啊！我让他们吓着我，怎么办呢？这会儿我跑，您我丢不起人呐，怎么办？我得快点走，还不如跑呢。从植物学的角度说啊，啊，大门出不去。不爱植物什么事？后墙，跳墙。我那墙矮，哦，垫不顶腰，上了墙往下一出溜，呵呵，太巧了，没人，蹲着六个呢，嗨，让人堵上了，脚趾都得从这儿捆啊。想到了，绑上。嗯，真狠呐、啊，拿铁丝把我捆上了。您瞧瞧，绑的这瓷实啊。我心说，这会儿要是搁到哪个电视台来个模仿秀，这准是一等奖啊。学谁呀、啊？粽子。嗨，都绑严实了都，绑的我都喘不上气儿来了。搭头了去啊！一街两巷的人都出来了啊！嗯、啊，老头也跟这儿，这没羞没臊啊，跟大伙儿讲我怎么打他了，我怎么骂。你说这个，你这还得说说。你说你以后你怎么混的？你说你啊？谁怎么混 啊？他儿子拿着棍子过来，啪给我一棍子。嗯，别看绑上了，不服哦，张嘴骂街。怎么骂的？骂叫骂呀！还烫哎呀，姥姥长辈儿了。我您这等会儿吧，骂他我。您这不是骂。骂人家呢？怎么怎么着？怎么骂人家？骂他祖宗了，叫骂、哎、祖宗，叫祖宗啊、哎！你是我祖宗，没听说过、啊、骂他祖宗。哎呀，就在这会儿功夫，嗯，对门门一开，王大爷出来了。王大爷也是我们街坊啊，嗯，坏了，这老头十恶不赦，没好人了，十恶不赦，太坏了。前两天正跟我来劲儿呢，怎么找兴我啊？有什么事儿啊？找兴我。他问我，嗯，说胡同里边这些路灯都哪儿去了？你问得着我吗？我给你看着是吧？你搜，
你在我家里搜啊，你除了那箱子，你搜，行？嘿，别别别别，是不是？对啊，别别别啊，除了那箱子，你让人搜啊，那箱子呢？箱子里是玻璃的圆形的能发光的物体。您把人灯泡卸下来了？胡说啊！保管，小孩淘气，当打碎了，啊，影响大伙出行。您保管，留下来搁我这儿啊？你干嘛用啊？我要换我屋里灯。这不还是偷灯泡吗？扫兴啊！说良心话，今儿没有温三这事儿，我打他了，我就你知道吗？你逮谁打谁啊？这会儿他行了，嗯，这会儿他算行了啊？怎么？哼，过去还说呢？说什么？三哥，别打啊！我说两句啊。说吧，你说他怎么打你我们没瞧见，嗯，可你打他我们瞧见了，说一帮一伙的真打坏了也是个事儿，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嗯，没别的就饶了他吧。您这房子一月2000都租得出去，对，何必非让他住呢？嗯，瓦呀也要不回来了，给他一个月的功夫让他搬家，您看行不行？气得我呀，不会说人话呀啊，你不懂得向着我呀你啊，人家还不人家就是向着你，我心说放开我就先打你啊，疯狗，气坏了我了啊啊！大伙问我你说吧，你说怎么着啊？哦，你们让我说话，对，那就怪不了了。嗯，不让说话没办法，让我说话就得听我的了。你说，一鸟入林，破鸟压林，汤汤汤汤一说，你们大伙儿都得服我。怎么说的？只要爸爸不打，怎么都行了。哎呀！感谢朋友们啊，嗯，这个节目叫揭瓦，是也叫卖房瓦，传统段传统节目，这个不老好演的啊，他得进人物，哎，他得模仿这个没羞没臊的这个人这样，嗯，怎么办呢？我做了很多工作，嗯，经常偷着观察于谦儿，我就那么没羞没臊吗？所以今天还能够学个八九不离十啊。明天要是有时间，希望各位还来。怎么？我把明天节目单跟大伙说一下啊。明天下午是咱们这个北京相声大会特别奉献专场，哦，因为快到春节了啊，节目上力争多新颖一点啊。明天开场是张云雷的太平歌词《层层见喜》，然后是潘云霞、王文林的对春联。第三场呢是一个三人快板，李菁、史爱东还有李菁的师哥啊玉华三个人唱了《武松打店》。嗯，接下来是李文山、曹云金、刘毅三个人的群口相声《武训图》。好啊，还有徐德亮唱的单弦叫《收小青》，这是《白蛇传》的一折。我和王世勇先生的《论梦》，明天那个于师兄有点事儿，嗯，那这个因为他们单位挺忙的，明天说是有演出，跟您告假过不来了。团里说10块钱一场不能耽误，哎呀，都走太惨了啊！明天这个最后这个团体的节目呢，是一个群口的双簧，嗯，天津请来的老先生刘文步先生啊，他来前脸。我和李菁还有王文林先生，我们三个人的后身。刘先生的双簧是与众不同，嗯，跟现如今中国舞台上所见的双簧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哦，啊，嗯，可以说在内行来说，都认为刘文步的双簧是天下第一，是最好的。对，如果您要是有时间，希望您来看一看，嗯，也是挖掘出来很多在舞台上从来没有演过的这些范儿，是不是？好，这个这是。嗯，节目单啊，明天的这算一个节目啊，就算完了。嗯，这就是翻一场啊，这就翻了一个啊。您这倒省事啊，谢谢各位，谢谢啊，谢谢啊。大伙儿这稀稀拉拉的掌声，我很欣慰啊。你使什么了？人家给你鼓掌。嗯，快到春节了，快到春节了。春节前呢，可能还有2个星期。嗯，我们这些日子在紧张排练，有一个大型的相声剧啊，叫《王华买妇》。哦，也叫回龙传。嗯啊，过去民间有一句俏皮话，说天下就一个便宜让王华买走了。嗯，好多人知道这句话，但是不知道它的来历。这是一个古装戏啊，我们相声演员来演绎，这是一个正在排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相声界传统的节目，年底封箱演出的，嗯，反串的京剧《法门寺》。嘿，这也是在排练当中。哦，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呢，还有一个大福寿全啊，这是传统节目了。对，当初北京曲艺酸团演这个时候，把售票处的窗户都挤破了。啊，西单剧场，啊，这个因为人用人太多了，对，40来人这个，嗯，所以呢也在谈从别处借演员的问题。嗯，如果顺利的话呢，就春节前准备把这个节目也排出来。好，是不是？嗯，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我们啊，支持我们，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这是第二个翻唱小段啊，又一个，这太简单了，这节目。啊、对，相声是传统的艺术，嗯啊，跟咱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哎，相声古曲算是离着近的，但是近些年来呢，都不是很景气。啊，实话，对，是不是？对对。嗯，我个人认为啊，应该多听听这个传统节目。嗯，因为什么呢？五千年文明古国。现如今连你好谢谢对不起这都得写完字贴在墙上交给大伙儿说，嗯，觉得挺悲哀啊。常听的相声说明各位您爱国，嗯，爱国，对，听相声爱国，没听说过这说法？没有，你们团没传达这事儿？可能还没到我们这级别呢吧。我告诉他们，嗯，告诉他们，这会儿在道上，在二环边上堵车呢。你晚上回去就知道了。这都不挨着，这都是啊。是啊，您这什么呀？传统相声来说呢，秉承中华的传统文化，古曲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哦，可是那个曲艺演员，我认为是一个挺不容易的行业。曲艺演员，解放前备受折磨。对，这些个达官显宦们、土豪劣绅们。拿曲艺演员不当人，哎，啊，我认识一位咱们曲艺界、古曲界的老前辈，嗯，一老太太，哦，唱京韵唱得好，咱甭提是谁了，嗯，跟老太太聊天就说过，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对，我们那阵不容易，天津那大流氓袁文慧，袁文慧，青红帮头子，嗯，大流氓那是，对，啊，就糟践演员，嗯，没事就让演员上家去，让女演员上家唱去，哦，唱完就留下不让走。现在行了，我说是，您去过吗？哎，不去行吗？啊，所以老太太说这话都掉眼泪儿。他也去，是吧，嗯？一解放，刚一解放的时候，演员也受到冲击。嗯，因为什么呢？一解放都提倡唱新段子，说新段子，说新唱新嘛。可是这些演员来说呢，受这些个口传心授的节目太多。哦，没有什么新段子，没有系统的，怎么办呢？嗯，旧瓶装新酒，比如说书的演员，嗯，都是愣编愣装。哦，啊，这一说，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哦，经常上文书讲到，嗯，朱总司令。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怀抱机关枪，点不宁腰，蹭上房了，手搭凉棚，一瞧大胆责任，你们来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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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套了，没办法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唱大鼓的也是，啊，唱京东有一位京东的泰斗，哪位？刘文斌。好，刘文斌唱多好，嗯，云遮月的嗓子，对，好听吗？对，表的是啊，滴个隆滴咚，烧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嗯，有文官上殿把那王解劝呐，啊，武将上殿也把王。刘文斌，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刚一解放得唱新段子，对，把老头挤得坏了，没得唱啊。表的是啊，滴个隆滴咚，毛主席家坐在金銮殿呐，两旁文武对战班，周总理出班忙起奏啊，起奏我主家听言呐，哎。说八道了，简直胡说八道。嗯，到后来到文革时期啊，曲艺更受冲击了，是更受冲击。你好多演员都打入牛棚的啊，有的改行的，对，有的天天批斗的，四舅。天津这谁有一位弹弦的西河的演员，嗯，王田宇，王先生，有这么一位师木的先生，对，弹弦伴奏，一帮这个造反派来了，啊啊，抱着弦的，自个儿唱。自个儿唱，自个儿唱，唱你都犯过什么错啊？他能犯什么错？你说啊，就是瞎不过眼的那个啊，唱，不唱打你。哟，哎，是，你别着急啊。各位小将，慢慢的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压住了鼓板，竖开了整风。当当啷地当，我们这些个人全都是牛鬼蛇神，这个成了精，我们唱了胡家将、杨家将，还有薛家将，我们大不改，讽刺了造反的英雄，哪位死
孙悟空，各位小将，把我们来就踏上了一万只脚，还得用大炮轰啊！当当当当一当当，什么乱七八糟！河南新乡。河南新乡有一位唱坠子，唱坠子演员，河南坠子，哦，不让唱这个，唱点新词儿吧。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简了你来，爱听中，爱听中周恩来，爱听简来，这个伟大领袖毛泽东啊，咿呀哎呀，看了14年，对，还不如不唱呢。唱铁片大鼓的王佩臣王先生啊，还有这个京剧演员有一位林玉梅，啊，这天津的丁志云都受冲击，丁志云更可乐，梅兰芳梅先生徒弟，唱得好啊，那文革时候弄起来了，你为什么每天早晨在海河边喊嗓子？他练功啊，废话，演员得练功，你为什么站那喊啊？挤兑的没辙了，最后说了，怎么我得跟台湾联系呢，这不得喊秃噜了，这是造反派也不信呢啊，不行，这个答案不行，这听着像瞎话啊，这干嘛像瞎话，你还得说，你说实话啊，是每天我一喊呢，海河底下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台湾来特务啊，他怎么上来的，海河底下那桥墩子通台北，胡说八道，是什么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啊，还有这个王佩臣，王佩臣唱多好啊，对呀 啊人称叫王佩老的臣，唱得好，铁片人称醋溜大鼓，对，酸不溜的，而且电字虚字加得多，是啊，八月里的这个啊，这个加翘口，很俏皮，嗯，那个秋风，那个，这个哪个，我的这个加得好，多好听，风靡大江南北，对，文革的时候不让唱了，给把笤帚去扫地去。惨无人道，干什么活不好？那弄这么大艺术家扫地去啊？那天正扫着呢，造反派来了，过来，把门过来，过来，吓坏了。您说什么事儿？笤帚拿来，别扫了，不让扫了，更坏了，不让扫，这可要亲命了。怎么？篓子更大了，是吗？过去我好好扫，您给我一机会。别废话，抢过来了，给这词儿，照这词儿拿你那铁片大鼓唱啊，唱完了一块出去宣传去。好事啊，那也好啊，能出去唱的就比扫地强，对呀，一瞧毛主席诗词，哦，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对，唱吧，嗯，唱，我好好唱啊，最起码有词儿了，中山这个风雨起苍黄，就是好，百万那个雄师啊，怎么能够过大江，把笤帚还给我吧